羽球，大马纳多里宗为因病来台治疗，外媒报职业生涯恐结束。大马纳多里宗为因呼吸道系统疾病的影响，退出今年的羽球年度大战世锦赛和雅加达亚运。根据外媒报道，李宗伟近日已飞到台湾进行治疗，更有媒体揣测他的职业生涯可能被迫结束。新海峡时报报道，李宗伟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，已经飞到台湾来治疗，有可能会提早结束他辉煌的职业生涯。信报则指出，李宗伟会在台湾待2个月接受治疗，他决定要与病魔对抗，力拼重返球场。马来西亚羽在25日曾发声明表示，李宗伟身体不适，有呼吸道系统疾病，医生建议他休息并接受治疗，需要1个月休息，这段期间不会参加任何的体育训练活动。现年35岁的李宗伟曾为世界球王，17年的职业生涯中获得3次奥运银牌，却从未获得奥运金牌。李宗伟上月才夺得马来西亚羽球公开赛男单冠军，如今却面临生涯最艰难的时刻。